大家好，非常高兴在国庆佳节与大家相聚在世纪剧院。我是今天中国爱乐乐团与凤凰传奇音乐作品交响乐演奏会的主持人曾毅，大家晚上好。谢谢今天到现场的所有的老师、朋友和观众们，欢迎你们。这次要特别感谢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全力促成我们凤凰传奇与中国爱乐乐团的这次跨界合作，当然还要非常感谢今天舞台上将为大家做出精彩表演的中国爱乐乐团的所有的演奏家们，谢谢你们。今年十月正好是我们凤凰传奇出道十周年的日子，所以今天的交响乐演奏会也是为这十年做一个纪念。接下来中国爱乐乐团与凤凰传奇音乐作品交响演奏会现在正式开始。第一章节，春华乐声，下面我们有请指挥家夏小汤先生。Thank you.
刚才第一章节中演奏的四首曲目是我们是非常纯粹也非常传统的交响乐演奏方式，非常的美，非常的震撼。接下来的第二章节中的四首曲目将与第一章节采取的不一样的编排方式，大家会在我们的交响乐的演奏中听到交响乐与民族乐器的结合，不仅有内蒙的马头琴，还有我们专辑里面经常使用的琵琶、笛子等。同时在每一首曲目当中，我们都会有非常优秀的器乐大师的精彩的独奏。接下来请欣赏第二章节《芒夏花恋》。